站着那叫一个聪明，老铁们啊，跟咱家 Seven 长得也像，兄弟们再给点点关注啊。 Seven 的孙子里头最聪明啊，兄弟们没有之一啊，你们给点点关注。哎呀真的兄弟们跟 Seven 可像了。 Seven 现在多少斤？ Seven 昨天晚上称的是75斤。哎，我这个本还在这儿呢，兄弟们看我这本还在这儿呢。昨天晚上咱称的 Seven 吗？你们还记不记得昨天 Seven 多沉？兄弟们俺那 Seven 71斤，赛文昨天71斤，咱俩本人我68.35公斤，老四是73.7斤，老大是80.6斤，小迷糊是38斤，小石榴是16.5斤。兄弟们，哎，兄弟们，我发现咱小石榴哈，小石榴，它跟石榴有关系，兄弟们，跟石榴有关系，你看着。我发现老四，你总说了他那个扎头，你总说你干哈呢，老四啊啊！不是你咋这样式的呢，老四，我怎么这么佩服你呢，你啊，老四呢啊？不，你这孩子怎么没完没了的呢，老四啊？感谢我赞赞啊，兄弟们，咱给赞赞点点关注啊！他现在是5878个粉丝，大家给点到5900，兄弟们，咱给点到5900。你咋这样式的呢，老四啊？那石榴现在你，哎呀，我的妈！你是真喜欢他吗，老四啊？啊，你真喜欢你找他去吧，啊，老四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这孩子咋这么固执呢？我发现你怎么就跟那个木头似的呢，老师啊，这么梗呢？啊，兄弟，你们发现这小董事咋这么梗呢？这就跟那颗木头似的。老师，我告诉你，再轻点嘚瑟，你要再嘚瑟大劲了，把你那颗手雷给你摘了他！我跟你说，啊，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老师是不是？啊，还行了我。啊！嗯，不看他了，瞅他就闹挺，兄弟们，一瞅他们就闹挺。欢迎大家伙啊，人家是真爱，真是个六爱呀，兄弟们啊，真个六爱呀！那老四出去不一样，沾花惹草吗，兄弟们啊？老四出门不一样，见到别的小母狗走不动道吗？啊！孩子，他们是宝宝，你是舅舅啊！你不想让他们在正月十五在正月里边绞头吧，老四啊啊！多懂事的孩子，老师，你说你这对他呜嗷的呜嗷的，你干啥呀？感谢花魂姐姐啊，兄弟们，感谢花魂姐姐，谢谢大家伙啊！别在一块腻歪了，老师，知道吗？啊，他都已经现在已经是我都给他做绝育了，现在已经没有。哎，兄弟们，我想知道一点哈，就算咱给石头做绝育的话，兄弟们，给小石头做绝育的话，小石头他是不是还会发情啊，兄弟们？只不过不会流红了啊！感谢花魂姐姐，兄弟们，咱们给花魂姐姐至高无上的榜一，兄弟们，咱们给至高无上榜一点点关注啊！你说小石头，咱给他做绝育了，把那个子宫摘了，把那个卵巢摘了，兄弟们，他是不是还会发情啊？啊？他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繁殖的能力了？但是还有。还有这个母性的那个能力，兄弟们，感谢海南租车啊，欢迎海南租车大哥，谢谢哥啊，海南的海南三亚市，谢谢哥啊，欢迎哥哥来到咱家直播间，谢谢哥哥啊，不会了啊，问医生，为什么咱家老四如此痴迷小迷糊小石榴呢，兄弟们，啊，本身还分泌。不能了，那为什么老四始终就这么痴迷小迷糊呢，兄弟们啊，小石榴，老四啊，感谢花魂姐姐啊，兄弟们啊，谢谢大家花魂姐姐啊，再给花魂姐姐点点关注，老铁们啊，
我发现小迷糊呀，最近老四现在又盯上小石榴了。欢迎俺们亲家妥妥先生，兄弟们啊，32号麦妥妥先生，大家给俺们亲家点点关注，老铁们啊。你们想买拉布拉多的兄弟们啊，就是说大家伙以后想有需要拉布拉多，你说38我想买两个拉布拉多，买好看点的，准成一点的啊，买到家里头死不了的啊，有血统证书的，性格好一点的啊，特别温顺特别听话的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给俺们亲家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3号麦啊，老铁们啊，妥妥先生，咱家这两个小狗都是从他们家引进的，兄弟们性格非常好啊，长得非常好看，兄弟们啊，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以后有计划买小狗的，买拉布拉多的，兄弟们你们可以给他点点关注啊。这俩小狗不卖，兄弟们这俩小狗不卖啊，咱这俩不卖，为啥不把老四做绝育了？因为老四那两颗手雷我怕他随时引爆，兄弟们，我要给老四做绝育的话，兄弟们那宠物医生都得这样式的，我跟你们说都得这样式的，兄弟们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兄弟们随时引爆，知道吗？小明老四那是有威力的，兄弟们啊，你可别小看俺家老四那两个手雷，兄弟们啊，老四那两个手雷是碰不得的，兄弟们啊，那是老四的命根子，他得跟你拼命，知道吗？兄弟们，四哥得跟你拼命啊啊，老四啊，你看老四能不能听懂，兄弟们啊。老四，我跟你说件事，老四啊，那个明天老爷带你去医院啊，老四，老爷明天带你去医院，把你两个手雷给你摘了它，行不行？啊，没听懂啊，老四，跟你说直白一点吧，老四，我说直白一点吧，四哥。你说你躲那么远干什么玩意儿，老四啊，你这后反劲儿，你反应真慢，老四真的该说不说，你反应真慢，后反劲儿呢，你说你啊。感谢海南租车大哥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给海南租车大哥点点关注，人家发了个小红包，兄弟们啊，右上角咱关注主播更容易抢到红包啊，听懂了，更容易抢到红包啊。然后大家伙想买羊奶粉的，咱羊奶粉是55块钱两瓶，总共是800克，兄弟们一罐是400克，两罐800克啊，咱给点点关注，咱给那个榜二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啊，老大好看，老大像老大，小老大像大老大，